想要让宝宝母乳喝奶没有打嗝，妈妈们一定推荐黑客小金瓶幼儿哺育系列，还有智能的防胀气阀，可以避免宝宝吸入过多的空气。准确的排气功能可以让宝宝快速喝完奶，空气通通往上排气，让宝宝不呛奶不胀气，不会肠绞痛，还能秒打嗝哦。不需仰头就可以轻松喝到奶，也有腿部发展。仿母乳实感的奶嘴头，帮助轻微转品味，没有过渡期。采用医疗级的细胶，柔韧有弹性，耐啃咬。EPSU 的材质不易沾附奶水油脂，好清洁。它比玻璃更抗摔耐用，方便外出携带。超轻量，而且方形好拿握，适合宝宝练习拿奶瓶哦。独家的无螺纹封口设计，一秒开关。超宽口径，让半夜泡奶不再手残哦。除奶到喂奶，一瓶搞定。挤完母奶直接加盖，变身储存罐，替换奶嘴头，变身宝宝奶瓶，更换水瓶盖，变身宽口水瓶。透视互联的储存盖紧密排列，可以释出更多空间。首创叠放收纳设计，配件也可以像纸杯堆叠收纳，节省家中空间。黑客小金瓶幼儿哺育系列推荐给大家。